trying to find a reason for the love. But I would cross the sticks in a minute or two. 有人分不清现实和虚幻，有人理不清白昼和黑暗，而我却无法直视自己的存在。没有了时间地点，没有了身份同伴，我是谁？他们是谁？那么一无所有的我，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？我要杀死他。是的，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要是他能消失，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。我的计划要做到不被别人发现才好，得想一个既能杀死他又不引人注目的好办法。我恨他，他总是那么无能懦弱，他总是处于无边黑暗，他实在不配活着。于是我想杀了他，亲自结束他的痛苦。先生，俺哪儿能不能？那个，等会儿我看一下你那个，就是这个字现在朝向去的那个方向。要不要蹲着点？现在你拿着地上。哎，得了。好吧，好吧。咱们照顾观战赵宇阳。我想过很多次，我为什么而存在？如果没有人记得我的姓名，没有人在意我的方向，我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虚无，我的一切便没有意义。如果我像他那样，我也会为活着而感到可惜吧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对他冷语相向。我以为经过我的提点，他一定会自己去死的。可是，走路还长眼啊你！他竟然还挺不支持的活着。没时间，滚！有劲吗？你自己都知道，那你怎么不去死？但是看着他痛苦，我却并不好受。我一定是疯了，怎么会同情他这样的人呢？这不是我该做的。是不是他死了，我就不会矛盾了呢？
定吧，你日记写的都啥，为什么要杀人？你来解释一下。我没有杀人。日记里写的是谁？日记里写的杀人的是我，被杀的也是我。一直以来我一直想杀到自己懦弱的一面，日记里写的也是证据。后来我发现，杀死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他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杀死混沌中的自我，并不能找到迷失的自我。本我过去在哪里，自我就应该在哪里。接纳那个混沌的我，便是实现自我的新的起点。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沉浸在灰色之中，这便是生命的意义所在，回归到灰色之中。 When I stand before thee at the day's end, thou shalt see my scarsAnd know that I have my wounds and also my healing. When it gets bad for your health, things are gonna change cause they're not the same. But it's so